好，最后还有一个人也进了急诊室，在台中街头呢，混乱的一幕，这个情侣呢在吵架，结果这个女子呢情绪失控，当街拿出一把美工刀呢，在自己的肚子上划了一刀，最后昏倒在地。但警方赶到现场时，一旁他的友人态度看起来相当的冷漠而不耐烦，最后警方只好先把人赶快送医急救。他朋友就对了。黑衣黑裤女子倒在台中火车站前，肚子上更有隐隐的伤疤。警方赶到现场，旁边陪同的友人不但推说双方不认识，两人脸上表情和话语更是不耐烦。只说双方只是朋友，还说两人原本约好在台中火车站要把这些东西交给这名女子，但双方不和，突然发生争吵，女子拿出美工刀划自己的肚子，但一旁有人看到这样的行为，似乎早就习以为常。然后他就给我搞杯子，然后一来就把东西拿给我朋友，然后就把肚子掀出来，说他受伤。根本不知道这回事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女子最后赶紧送医急救，但根据了解，疑似是和情人争吵才会有此举动。但一旁的友人不但推说不认识，还急着向警方撇清这一切。警方无奈，也吓坏了一票来往的旅客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